冀中腹地某机场，特战队员按照架次有序穿戴伞具，进行登机前的最后准备。队员陆续登机，机舱内伞训骨干向队员强调伞降动作要领和地面目标。8.6，跳跳。到达目标空域后，队员们相继跃出舱门，朵朵伞花在空中绽放。此次伞降实跳训练，这个旅区分训练层次，对原伞集群突防、一伞小队渗透、低空伞快速接敌进行了编组训练，训练伞型更加全面多样，徒手伞降、武装吊挂等科目设置更加科学合理，特战队员空域作战立体渗透的能力得到全面锤炼。这是我第三次进行低空伞武装实跳训练，感觉非常的振奋，能够不断突破自我，参加不同伞型的实跳训练，让我的空域渗透能力又有了新的突破。夜幕降临，夜间伞降渗透科目随即展开，暗夜微光环境下视距变短，能见度降低，对跳伞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我们区分人员编组，分级组训，从徒手到武装，从低空到高空，就是为了锤炼特战队员全域多囊突击渗透的作战本领。